陛下，臣要先向陛下请罪，再弹劾安平伯。陛下，安平伯不知何故，肉袒赐服于宫门外请罪。两位大人，啊，哟，试射展示，你敢渎职徇私？这李百周。 他就是个带着冠带的无赖，陆英一回来，就得罪了他，这往后啊，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事儿。天子口谕，已御史中丞长女陆氏为齐王侧妃，旨意下达礼部，请王妃归宅，等待迭旨下达。圣驾至！只要大郎不受牵连，赵雍所犯国法，妾愿代他受严惩。 娘娘，娘，请和尚书盖章。这姑娘就算不许册封齐王侧妃的牒旨，请和尚书盖章。为什么？臣爱慕的一切爹爹，最后都要给他哥吗？ 王妃息怒啊！臣已将小女许嫁故人之子了。令爱就像那片山水，虽然我从未亲眼看见过，但是我知道它会有多美。可待的意思，不应该是可待追忆，而是，请你再等等我。场上见。 圣旨，要什么都可以。我有隐忠啊，胜不可告天地，下不可与妻儿。李百周，朕要他再听话一些。吕翰，率天将营纵部，恭迎恩相。如果要他听话，这支军队就不能让他在。属下为将军是朕，誓死绝不离京。 臣可否向陛下求一个恩典？太子既然提了出来，朕跟他一样，也有想要的人。